刻的无声并非无语，心中的热血早已飞上九天。此刻的无泪绝非无情，眼里的火焰能把海水希望你能够给我这个权利，好吗？赵鑫，我知道有一些话你不爱听，但是我必须得说，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听完。我非常理解你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再次失去孩子的绝望，我更加理解一位父亲，他的希望再次被击碎，我更加懂得一个妻子，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丈夫的痛苦。可是我换作是你，换作我是中原，也不希望你这么去做。因为我知道有一天，剩下的不仅仅是感动，还有无止境的愧疚和负罪感。你觉得欺骗中原是一种罪孽，可是你每天用善意的谎言来忽悠他，难道不是另外一种罪孽吗？这种罪孽太沉重了，一个能量有限，他承受不住。为什么不能让两个人去承受呢？江寒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失去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你应该勇敢的去面对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告诉中原，中原，对不起，孩子没了。老婆，你回家了？好啊。中原，有一件事儿，我之前一直瞒着你，可是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整夜，
如果再继续瞒下去，我就成了彻彻底底的骗子了。仲渊，对不起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你好，需要点餐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请稍等一下吧。好的。行啊，这真的行啊！我说乔副队，你能不能拿出一点勇气来？女孩啊，最喜欢男孩有勇气，最不喜欢的就是没有骨气。能不能打？不能打，我们睡觉了。打，打，打！那我真的打了，打，打！是大鹏吧？你说我接不接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接。感情是无法逃避的，只能选择去面对。好好的坐下来，好好的谈一谈，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喂，这家梧桐餐厅，无论是环境、服务、美食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嗯，当然消费也是数一数二。你选的这个位置是这个餐厅的中心位置，是情侣约会的黄金位置。从我这进到餐厅的第一刻起啊，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只透露了一个讯息，这是你精心策划的一场隆重的晚宴。我所认识的亲爱的赵鑫同志，一向是一个忙于工作忽略生活品味的伟大女性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用心良苦策划这么一场隆重的晚宴？我想这可能性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仲元，你别说了，其实仲元，这是服务员。
猴子。老板，你要的东西有点多，我慢慢的给您上上来，好吧？哎，好，辛苦辛苦。好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哎，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啊，一会儿看我的手势再行动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。乔队，这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这边不掉链子，剩下的看哥几个的，行不行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可比咱们平常训练简单多了，到时候你一呼，我们哥几个就白应，绝对不会给你搞砸的，绝对不会。哎呀，乔副队，你就放心吧，你看花儿、礼炮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啊，整理就。严肃点，严肃点，说你。萌萌快到了，赶紧去。不紧张，放松，不紧张，没事，加油。你还下不下车啊？吃蛋糕，这可是象征我们婚姻幸福美满的蛋糕啊。不是说孕妇吃甜食，宝宝发育的快吗？快吃。哎，你吃啊，我也吃。你看，好好吃啊。仲元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对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，中原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得先走。是不是实验室出什么事了？啊，对，是江寒他找我，说是实验室出了什么问题。那我送你过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是自己开车过来的。你在这先吃，我先走了啊。萌萌，真没想到你能来。哥姐，你点的腰子太好了，谢谢啊。乔副队，你哎，萌萌，在基地里我们穿着军装，你喊我乔副队；现在我们出来了，换了便装，你喊我大鹏就行。你喊我乔副队，我特别别扭，整得我都想喊口号了呢。行，大鹏。这些。都是给我点的。是啊，羊肉串、猪腰子、牛板筋，还有几十串鸡心，一会儿就全都上来了。到时候要是不够吃，咱俩再点俩羊腿吃。大鹏，你这大半夜把我叫出来，就是请我吃大排档的。咱基地可是有纪律的，我只请了一个小时假。你要是没啥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萌萌，我有事儿。说。来，我赌两个羊肉串，他说不出来。乔副队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真走了。来，萌萌。到。你是方圆西路和金辉路的路口。好，稍等一下。打开方圆西路和金辉路路口的监控画面。是。你一直往前走，在红灯路口停下，等到绿灯放行的时候向右转，继续向右转，然后直接进入停车场。
把这辆车放大，进行面部识别。是。新世界百货地下停车场入口，熄灯光。对不起，我请假时间快到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萌萌，哎，麦萌萌，音乐音乐。乔大鹏人有点笨，我也不懂得女孩子，就算是军人也喜欢漂亮，但是有一点，我乔大鹏知错能改，下次我一定带你去好点地方吃饭。大鹏，干嘛呀？这是你真的以为我嫌弃大排档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萌萌，我想干什么你应该知道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一直不敢表白，但是今天我看你演戏时候的表现，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走下去了。麦萌萌，我喜欢你。机器坏了。机器坏了，坏的还挺是时候的。大鹏，我时间快到了，先走了。哎，萌萌，萌萌。砸了砸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嘿，都把眼罩摘了，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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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快到了啊。豪哥，辛苦你了。我们认识吗？我这种小虾米，豪哥怎么会认识？不过，豪哥你在蒙马闯出来的大名，我们可是如雷贯耳。豪哥，这都坐半天了，起来走走吧。我们给您准备了吃的。哎呀，好嘞，走，谢谢兄弟。老板的意思是让我跟在他们后面监视陆豪。这事的任务不上你监视陆豪，我派你前往是因为这事的行动没那么简单。中国有一本书叫《三十六计》，里面也叫做神东击西，咱们这事行动就是神东击西，陆豪负责东，而你明白。三天后凌晨两点，我还在这儿等你们。预祝各位老大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好嘞，谢了啊。得嘞。哎，兄弟，让一下。弟兄们啊，都听我说，这可是在中国境内的。坐。
哥，这条路对吗？我总感觉越走越不对劲，会不会碰上中国边防巡逻队？闭上你的臭嘴！老子当初就是从这儿偷渡出去的，你知道我知道。怎么着？要不你来带路？这可我不行，这条路我不认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抓紧时间。老哥，小五，把钱拿出来。上。弟兄们，过完这道铁丝网，咱们大家就安全了。他来了的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别叨叨了，赶紧！弟兄们，听我的啊，把枪都藏起来。如果偷渡的话，他们只会把咱们抓起来；但是如果看见有枪的，可能会当场把我们击毙，明白吗？把枪都藏起来，快快快！哎，有情况，过去看看。弟兄们，来不及了，赶紧吧，爬吧！站住，不要跑了！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巡逻队，你们偷渡已经触犯了我国的法律，再动我就开枪了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已经对你产生怀疑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你先坐下，我有份文件马上给你看。坐。好。在打开之前，指挥长一再的叮嘱。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不要太惊讶，因为恐怖分子的狡猾与奸诈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说实话，给你看之前，我担心你会因此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可指挥长相信你的素质。打开吧。真正的惊雷不是上征，而是江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一开始策划猛犸组织绑架我，还要给他注射病毒，还有包括他后来一回国就让我和我爸加入 C 九的研究，全都是他的阴谋。对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和中原的第二个孩子是被他害死的。应该说，杀死你们第一个孩子的凶手也是他。情报显示，八年前江寒就已经加入了 MAC 组织，五年前他就已经和木马组织开始合作。当年就是他命令恐怖分子绑架鹏鹏，就是为了今天的阴谋埋下了伏线。伏线？什么伏线？利用你们的仇恨，一步一步地进入了他们的陷阱。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参谋长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
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我爸的学生，就算我们是陌生人，但是我们也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赵鑫，他是恐怖分子，我们就不能以常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评断他为什么这么做。恐怖分子策划恐怖活动，无非就是要破坏和谐社会，赚取最大的商业价值。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 MVC 集团新纪元计划最终目的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 ，DK 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 Z9 就是他们目前急需要得到的东西。参谋长，您给我下命令吧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这是20分钟前65号海岸线拍摄的监控视频，可以断定孟马组织的10名恐怖分子已经偷渡入境。江寒一直在利用孟马组织为其效劳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接近江寒，摸清楚恐怖分子入境的真实目的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我来的时候告诉中原说我去了公司，他会不会去公司找我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到公司找你的。喂，指挥长，是，是，我马上回去。站住！不要跑了！怎么是你呀？我好害怕呀！快跑！快！老常，目前可以确定6号已经入境。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联系，下面还没到。好，放心吧，老杜，这就是让你立刻赶回来的原因。啊，你对这段视频有什么看法？6号梅明之道这一段是整个边境巡逻最为密集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这一次孟马组织偷渡暴露不是偶然，是6号故意要传达给我们的。还有呢？他们冒着危险入境的原因是什么？还有，为什么孟马组织的肖恩不在其中？分析得很周密，啊，这次在拦截偷渡者的行动中，边防巡逻队抓获了2名负了伤的恐怖分子，交给我们。在审讯过程中，他们交代了一个地址，我们分析，这个地址很有可能就是孟马组织在我们境内的集合点。猎鹰特战队马上集合出发，前往集合点附近。你们的任务是全方位无死角监视，但绝不能打草惊蛇。是，指挥长。
们已经监视5个多小时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会出问题了吧？原地待命，继续监视。是。舰长呼叫 A 组，报告你们位置观察到的情况。路灯火箭收到，根据热成像扫描，已经确定珠江国际乘 A 座702房间内有可疑人员11名。但是至今5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员出入，周围也没有任何可疑动向。继续监视，注意监视目标的右耳边，保证不要有可疑人员进入。火箭路灯收到。B 组收到，请回答，报告你们的情况。B 组收到，还是没有异常情况。C 组收到，请回答。C 组收到。没有发现情况。陆豪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快离开吧。喂，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？离开这儿，去哪儿啊？嗯，这是孟马组织在中国唯一藏身的地方，咱们这么多弟兄全都是生面孔，出去很容易被发现的。咱们出来之前，老板再三交代，入境之后没有他的指令，哪儿都不能去。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已经被抓了2个人了，他们很有可能招供。搞不好现在，这里已经在反恐特战队的监控之下了。我相信弟兄们不会轻易招供的。如果招供了，那咱们这儿就已经在反恐特战队的监控之中了，出去就是送死。哎，对了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怎么跟着来了？嗯，又是你哥的意思啊？哎呀，才不是我哥的主意呢，我就是关心你嘛。你关心我？那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的关心了啊？就因为你这种关心，在入境的时候，你让这些弟兄们差点把命给搭上，你知道吗？A 座702号是半年前一个叫蔡明亮的人租下的，年龄48岁，汉族，离异，在本市龙华海鲜批发市场做海参批发的小生意，没有任何犯罪经历。他曾经是一名职业的拳击手，1988年因伤退役。退役的拳击手？是。联系集体情报中心调查这个人，寻找他跟 NVG 组织，包括跟孟买组织的一切联系，还有查一下，这个人是否曾经在禁区出入过 F 国？是。乔大鹏，你过来指挥，我带着习总去一趟龙华海鲜批发市场。收到，我这就上去。
会不会出事了？会轻易出事儿的。那我们还和他联系吗？你不觉得对面太安静了吗？大哥的意思是，附近有反恐特战队。虽然现在还没特战队的影子，不过保持警惕总还是好的。是。你们几个继续监视里面，没有百分百的安全，绝对不能联系陆浩。是。再说了，陆浩他们这次是牺牲品。把枪收下。要打草惊蛇，先观察目标，没我的命令不许行动。明白，明白。这是蔡老板的店。你是谁呀？啊，我是他以前的朋友，知道他在这里做生意，正好路过看看。不在不认识，你找错人了。哎，明天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这个人嗜赌成性，在地下赌场那儿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半年前有一个人找到他，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租下了现在的房子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也就是说，他只是恐怖分子利用的棋子，跟 MVC 还有木马组织没有任何联系，对我们现在的监视也没有任何价值。可以这么说。藏身处那边的监控怎么样了？刚刚联系了，没有任何动静，没有人员进入，也没有人员出来，周围也没有发生可疑的现象。那小区的监控查了没有？查看了，但小区门口的监控现在坏了，就算在我们到达之前有人进入房间之内，也无法进行面部确认。参谋长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同意，但是绝对不能打草惊蛇。是，我这就回去安排。走吧。舰长呼叫 B 组，上去看看。注意，保持警戒，不要惊动目标。B 组收到，我去。胶囊留下，让冰河去。冰河收到。所有小组注意，冰河进去了，各组进入战斗状态。冰河，记住，用暗号。冰河师长，明白。谁啊？先生，您听到外卖？送外卖的，
对不起，没人订外卖啊，是不是送错地儿了？哎，先生，这里是珠江国际 A 座702，没错吧？一定是反恐特战队的人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放了！别忘了，这儿听我指挥，别跟我乱来。老魏，带弟兄们赶快进屋去，我去看看。这是您订的外卖，我老板给我的地址 ，A 座702，没错呀。但是没人订外卖，赶紧走。喂，什么人啊？真是的，明明是自己订的外卖又不收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任何人不能再跟外面有联系了。别怪我没提醒大家啊！从此，我的心只属于你。